现在请三位获胜的特工前来领取哦耶请 Ella 特工我先嘛我第一个赢的鹿晗特工邓超特工接下来请大家上车前往下一个场地三头发兄弟我上车啦我赢得了比赛获得一个线索现在看一下好久没有打开线索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线索我要看这个线索是令人摸不着头绪的线索属马的是不是这是什么八匹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匹马没了吗八匹马但是我们今天加上嘉宾一共九个人要不然就是其他八个人都是白板特工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不知道我推理是对还是错的可是属马的吗是属马的吗祖蓝是一九八零啊不对啊那是属猴的耶那不是属马谁属马因为很明显其实应该就是王祖蓝而且我们刚才玩游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茫然的一个状态他完全不知道游戏规则所以他一定是白板非常肯定是祖蓝他肯定是一个白板特工因为他第二局的游戏他游戏规则他完全不知道所以待会把他先撕了就对了啊好难啊为什么这么烧脑这个游戏现在真的太难了拿不到任何的线索刚才知道最后一个环节到底是什么样的只能听天由命很难局势非常非常的难手机充好了没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我来自拍好了他给你美颜哦我来美颜一下美死了来你们评评理美不美美吧什么都不说上来就绑是不是聊两句嘛又是这个套路在韩国就是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戴着眼罩走路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不信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即便有人扶着先扶我上吧啊不这时候了你让我摘下来呗你让我摘下来呗哎呦这儿哎呦把我往这地儿里了现在调转机头控制摇杆飞到火灾上空这不是让我戴个眼罩我怎么玩啊好玩啊I got the good, I got the good, good. 我现在很难确定第二个白板是王祖蓝还是林更新，很难确定，很难。我觉得林更新的可能性大一点。